日前，陈乔恩发了一条微博，称今天 get 到一个新词“钱币眼”，额头的伤自己洗脸给抓伤的，单手自拍手好抖。照片中，陈乔恩额头的伤清晰可见，但依旧遮不住陈乔恩的美。很多网友都非常开心陈乔恩晒图，纷纷表示要小心。有网友给出了这样的评论：本是一个正常的评论，可是你们的老公陈乔恩本人回复了。本来小编以为又是高仿号，但是点进去真的是陈乔恩本人啊。陈乔恩也非常好奇网友话中的小仙女是谁，便发出了疑问。然而有网友两条回复陈乔恩本人的评论，言语比较恶劣，称陈乔恩爱炒作，不是所有的长文都能火的，言外之意就是指乔任梁离世后陈乔恩发的那篇长文。而我们的乔恩也不甘示弱，霸气回复：你们说我该不该拉黑这三八？该，哈哈哈，敢到我地盘撒野，滚边啦。而陈乔恩的霸气回复却获得网友们的纷纷力挺：我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。这样的乔恩太可爱了，霸气侧漏。爱的心思男孩你别猜。